光临，莫小姐，好久没来光顾了呀！来，里面请。今天刚好啊，到了新款，您都可以试试。看这件裙子，优雅又大气，非常符合您的气质，而且它穿搭外套也会非常的方便。看，您可以试一下。挺好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儿？ 现在招人吗？招人？您是有朋友要推荐过来吗？啊，对，我帮他问一下，他是大学本科毕业，虽然没有相关工作经验，但是对各大品牌女装都非常熟悉。像他这样的，在你们这做销售应该没问题吧？哦，这个呢，要看具体情况来定的。基本上我们店是以有工作经验的优先。 那方便问一下，你们这月工资大概是多少啊？我们这里工作都是底薪加提成，基础员工的话是6000。6000？我以为柜姐一个月都挣好几万呢。莫小姐，你真的是太看得起我们了。没经验的过来，先拿基本工资3500一个月，3个月的试用期，试用期到了如果不开单的话，还是要走人的。转正之后才是6000。 我了，蓉姐，想什么呢？哎，怎么样？最近反应不大了吧？咱们晚上一起火锅啊？姐，喝杯水啊。谢谢。我锅我是吃不下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你说，要是没有尚纯，我一个人能把孩子抚养大吗？怎么？ 他要跟你分手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我俩这种关系吧，也不知道能维持到什么时候。万一有一天，你现在才考虑这个问题吗？那我以前只有一个人嘛，我怎么样都可以，开心就好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虽然他还没有出生吧，可我的心态完全发生了变化，我就觉得我有责任，我有义务。 要给他一个特别好的未来，放心吧，就算你们分手了，这孩子也是他的呀，这抚养费他总得付吧。
是，他会出，但是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呢？我现在觉得谁都不可靠，我自己总该有些承担风险的能力吧。我跟你说，真当妈妈那一天啊，这些都不是个事儿。龙姐，我现在才能感觉到你一个人把可乐带大得多不容易，这得多勇敢呀！不勇敢不行啊，我是被逼的。哎呀，就别担心了，万一真是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还有我呢。哎呀，蓉姐，我生个孩子给你养吧。行啊，你跟孩子我一起养。真的、啊？那你负担太重了。对，养不起你。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啊。小爱同学，孕妇不能吃的零食有哪些？以下答案由搜狗搜索提供。薯片也不能吃吗？不能吃的啦。小姐，哎，周律师，你也来了？你怎么不打伞啊？出门太着急，我忘拿了。我正好在附近跟一客户开会，这不是刚结束吗？想着这点回家肯定会很堵车。正好我那张音乐会的门票也没送出去。你不会介意和我一起听一场音乐会吧？啊，我不介意啊。你看起来气色好多了。有吗？我出门化了点妆，早上起来还挺不舒服的，缓了一会儿以后下午觉得好多了，我就想着出来走走，总不能错过这么好的胎教的机会吗？是是是。哎，你吃过晚饭了没有？我中午喝了点粥，但是现在还不饿呢。那怎么行啊，这场音乐会两个多小时呢。你等我一下，拿着伞。啊，等我一下啊，别走开啊。哎，我不。这路口那家柠檬糕特别出名，你可以先吃点。哦，还有水，放心吃吧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。你别说，这柠檬味酸酸的，闻起来挺有食欲的。还有点时间，咱们进去坐吃吧。嗯，好，走，慢点。谢谢啊，我还第一次来这儿。是吗？对。
还哭啊？哎呀，我就说吧，我这人就特别爱哭，看个电影也会哭，没想到今天听音乐会哭成这样，太丢人了。不丢人，说明你很感性，而且真情实感。哎，说真的，有研究表明，跟音乐共情感高的人更聪明、更敏感，这是智商高的证明，一点都不丢人。你说我当年找男朋友怎么没找个律师啊？这么会说话。现在也不晚啊。现在？啊？虽然你现在情况比较特殊，但是你毕竟还很年轻啊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被注定了，属于你的那份美好还没开始呢。我虽然没有老公，但也算不上单身啊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还以为没有没有，是我让你误会了。你说，你先说。你肯定想问，为什么都有孩子了，还没跟男朋友结婚是吧？因为他有未婚妻。我不是小三啊，至少原本不是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是单身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的生意上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我肯定是什么都帮不了他的。但是那个女人的家族帮了他，所以他们就……其实我给自己心里也设了一个时间点，等到他真的结婚那天，我就跟他分手。只是没想到，那天还没到来，孩子先来了。你看今天夜色多美啊，这么美，却永远都见不得光，只能躲在黑暗。所以你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才选择继续跟他在一起？那不然呢？那天你夸我独立又能干，我都脸红了。其实那个书吧就是他替我开的，如果没了他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能靠什么养活自己。以前我一个人还可以说不怕，再出去闯一闯。现在多了个孩子，我那天去应聘柜姐了，人家也不要我，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干些什么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大学学的财务吗？你可以找一份跟财务相关的工作呀。早就荒废了，都多少年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来我们律所工作吧。我们律所正在找一个学过财务的人当律师的助理，可以帮忙整理一些经济案件相关的资料。我觉得你挺合适的，你考虑一下。或者这样，你来我们律所可以做一个兼职，你试试看。等过一段时间，你觉得能够适应的话，你再决定是不是继续做下去。谢谢啊，但我觉得我还是肯定不服。其实没什么，只是我的一个建议。上海啊，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。只要你心存希望，就没有什么不可。如果你真的想改变，就不要给自己设限。老板娘，来两个葱油饼。好嘞。
来，拿好了啊。嗯，好。吃好再来。我们一人来两。八块。嗯，你自己扫码，谢谢啊。哎，谢谢。拿好了啊。哎。好，吃好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舅妈舅舅，开张大吉！哎呀，谢谢苏木。不然你好好上班行吗？怎么又过来了？今天第一天开张，我肯定要过来帮忙的。爸妈送你们一棵发财树，祝你们日进斗金。嗯，好。哎呀，谢谢我宝贝女儿。嗯，真好看。哎，姐，秋生。王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帮我哥送花篮啊。你看我的在那儿。谢谢你和你哥啊。不客气。你还愣着干嘛呢？我帮叔叔阿姨拍照啊。我拍好了之后，我发朋友圈，然后再让我所有同学都转发，很快，这儿就可以成为网红店了。哎呀，不用，我爸不需要这些宣传，他靠的是自己的手艺。钟声，人家好心帮忙，客气点。哎，拍完了吗？差不多了吧。那你可以走了吧。我。王姐，钟声。舅舅妈这店铺特别小，你们在这儿肯定会影响生意的。王姐，你先回去吧。嗯，拜拜。钟声，嗯，你送他到路口。啊？你要是不送他到路口，他可能走吗？哦，走吧走吧走吧。谢谢姐啊。叔叔阿姨，我走了。啊？再来啊！这就走了？哎，吃块饼再走呗。我点外卖。舅舅啊。啊。你这手都好了吗？好了，你看，手感完全回来了。你舅手也好了，铺子也开起来了。我们家呀，该转运了。那这好运气一定要记得分我一下啊！不需要，你的好运在那儿呢。看看吧。这什么？看看呀，我做的读书笔记，怎么样？厉害吧？上次你在书店买那些书，我都买了，也都读了。你读书？怎么了？你没发现你已经一个月没看到我了吗？这一个月我一直在读书。我还以为……你以为我放弃了？不可能！之前你说那些话，我都想过了。你说我们家庭条件不一样，你可能说的对，但你要说我们去不同的地方，你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就是我的方向。可是我不想这样，我喜欢的是最本真的你，而不是你为了别人而扭曲自己的样子。钟声，你刚才是不是说你喜欢我？没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身上最让我欣赏的地方，就是你的率真。你要是连这点都改了，我就更不可能会喜欢你了。钟声同学，你应该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吧？你说你喜欢我，你就是喜欢我。我没有。总之，勉强是没有幸福的。你不要勉强我，也不要再勉强自己了。钟声说他喜欢我。钟声。对不起，卢总，我来晚了。哎呦，不晚不晚，是我到了早了。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哎呀，我今天啊没什么事儿，所以呢一整天啊都在这里坐着。苏小姐，好久不见，你可是越来越漂亮喽。您过奖了。您约我见面，是不是咱们荣天下在上海要开第二家分店了？还是直奔主题，我就喜欢你这个爽朗的性格。没错。我这次来上海呢，一是为了实现之前的承诺，跟你们安盛合作；二呢是来看房子的。我打算在上海安家了。真的？那我们之后可是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了。十三，我们在北上广深有这么多店，上海呢目前是营业额最高的，我很看好这个市场。而且上海啊是块宝地，你们安盛是宝中之宝。我女朋友可是在你们安盛里面发现的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，之后合作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您尽管提。那当然，我可不跟你见外啊。而且啊，我的女朋友你也认识，
我认识。嗯。呀，孙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好巧。哦，卢总，哇，好久不见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？她就是我的女朋友。这么巧吗？不可思议吗？说来话长，这事儿呢还得要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结缘。嗯，那就恭喜二位啦。哦，来，同喜同喜同喜。今天啊，我跟他说要见你，才知道啊，原来你们两个也认识。什么时候把你男朋友叫出来，我们四个人好一起吃个饭呀？对呀对呀对呀。哎，我。哟，我得赶紧过去了，他们那边催我了。那你们先聊着。嗯，哎，一会儿你走的时候跟我打个招呼啊，我有东西要给你，快去忙。嗯。这世界真的是太小了。那确实，这兜兜转转呀，总能碰到你。就像我们这个荣天下，当时啊没能入住你们安盛，可是这兜了一圈，不就又转回来了吗？谢谢您对我们安盛的信任。虽然我们商场现在还没有适合荣天下的位置，但是安盛酒店的群楼好像马上就要空出来喽。消息果然灵通。那当然了，我可是天天住在这里的，周边的交通和人流啊，我是很了解的。如果还没有人租下来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订。那我立刻让招商部的同事来联系您。不用找别人了，你负责不就好了吗？啊，这不在我的业务范畴之内。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嘛！啊，你和王总的关系，我相信啊，你一定会给我一个最优惠的条件。只要你把合同拿来，我可马上就会签字的。这可是好事儿啊！看到你这一步步往上升，我心里都高兴啊。我升职跟这没关系。哎，好了，我知道。哎，总之啊，你有这么一层关系，那办起事儿来肯定是不一样的啊。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喵。叮叮，夏静您的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居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？嘿嘿，不花钱。之前这个品牌呢，在我们这儿办了个年会，因为我帮了他们一个小忙，所以他们就送给我以表谢意。顾客这么看重你，现在越来越厉害了。那当然了，只能怪我太优秀了。都是领班了，而且我们经理很快就要辞职了，他说想让我能够接替他的位置。那是多好的事儿啊。嗯，要搁以前的话，我肯定会特高兴，因为这工作工资挺高的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想谈恋爱，这工作一天三班倒，没事我还得倒时差，我现在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就想着实在不行，我就换个工作，或者就换个部门也行。我想了想，我觉得采购部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我男朋友也说他希望我能够多跟金钱打交道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如果能去采购部的话，应该能学挺多东西的。这个想法好。回扣最多的部门。哎，没有啊，我是真觉得我可以去那儿学点东西。哼。哎，那你要不要帮我跟人事部打个招呼？我只是一个总裁助理，而且负责的是安盛商场的事，这酒店的业务我无权插手。那你就别以总裁助理的身份，你可以。总裁夫人的身份呀，别瞎说。就是还是要我瞎说嘛，这整个酒店没有人不知道啊。你从老板房间出来被人看见了，然后他们就不全世界的八卦就传到我这儿了。咱俩又不是塑料姐妹花，你对我有什么好瞒的？咱俩可是同舟共济、一起吃过苦的好姐妹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，帮我一下嘛？嗯。你就是凭自己的能力，加上老板对你的赏识，申请正常的职位调动，这事儿一定能办成。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常识啊？采购部哎，多少人盯着的肥差，
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后台，这事儿如果你不帮我撑腰的话，我根本不可能进那个岗位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你也很为难，这事儿吧，我也可以请我男朋友帮帮忙。但是其实我不想让他在心里觉得我什么都得靠他。那以后要是真过上日子了，那我在他心里一点地位都没有了。干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。你自己知道不能被男朋友看低，那我呢？那我跟你能比吗？这事儿你都不用跟你男朋友开口，你只要悄悄地跟人事部打个招呼，那人家知道你总裁夫人的身份，不就屁颠儿屁颠儿把这所有的事儿都给干了？谁会错过一个拍马屁的好机会？而且我想过，这事儿绝对不会让你在你男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不管他会不会知道，我都不能利用这层关系。那你就是不帮忙呗。那行，我辞职。辞职？那我怎么办？我总得抓一头吧。你看我工作不称心，朋友不帮忙，那这不是在逼着我只能靠男人了吗？别说气话了，这男人能靠多久啊？那你还不是靠着王娟当上了总裁助理，你现在不是也很好吗？我没有。你敢说他不是因为喜欢你才让你在他身边工作的？别瞎说，反正不是这样的。那是哪样的？幸亏有你吧。这礼物我不能收，拿回去。不收就不收，我告诉你，我送你这个跟这个求你办事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把我当朋友拉倒，当我什么都没说。再见。你光吃橘子干嘛？怎么不吃饭啊？我这两天还是没有什么胃口，看什么都不想吃。不过能比前段时间好一点。你要不喝点汤吧？来。多喝点汤，有营养。嗯。谢谢。哎，对了。医生说什么时候去复查呀？后天。后天啊，能不能改天啊？后天我有事儿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去。一个人去怎么行？要不让小凡开车送你去。那书吧怎么办？谁看？那个书吧本来就是给你开着解闷的，也赚不了几个钱。要我说，关了得了。那怎么行？书吧关了，我干什么呀？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在家养胎，你每天跑来跑去的，孩子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？那孩子出生以后呢？孩子出生以后就有的你忙了，哪还顾得上书吧呀？你的意思是，你养我啊，让我当阔太太？我养你难道不应该吗？我呀，就是想让你轻松一点。难道你每天挺着个大肚子给人家去端茶倒水啊？我在书吧里本来也干不了什么活，我就是觉得有个地方待着心里踏实点。行吧，你要开就开吧，那多雇几个人，书吧的账呢你也不用管了。嗯，你要是在家待着无聊就可以去看看，回去也没有关系，好吧？那我不就彻彻底底成了一个废柴了？我不要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啊？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，母亲可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。来，再喝点汤。排骨要不要？我不要。好了好了。来。嗯。咸不咸？嗯。好喝。嗯，好喝，多喝点啊。哎。好球，好球！上台的今天心情是不错。你说这上神怎么想的？
这门当户对的大美女不要，自降身份喜欢那样的女人。小王总过来，不光是为了切磋球技的吧？上次的事情到此为止。如果你来是想挑拨我跟尚淳的关系，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，伤神的啦。果然是大房风范啊，尚太懂得适可而止，可是有些人呢专挑软柿子捏，您脾气太好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这人啊，最见不得别人得寸进尺，欺人太甚。你能阻止那些照片流传到狗仔队手里面，但你阻止不了莫卫青的肚子一天天变大。喂。啊，你好。嗯，有时间见个面吗？你说今天是我请你过来帮我看看简历的，结果倒好，那这你请我吃饭。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让女士买单，而且刚才你也没吃什么。要不我们附近找个地方，我请你喝点东西吧。好啊，哎，就取你的书包吧，怎么样？反正离得也不远。你可真会选地方消费啊。嗯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说我这个简历啊，是真的看起来还行，还是你就逗我开心的？真的还行，而且我觉得挺不错的。没哄你开心，你来我们律所当一名小助理，我还觉得屈才了呢。走吧，去喝一杯。看什么呢？疼啊？什么情况？小范你在那干嘛？快走，快走！干嘛？你就是莫卫青是吧？我是。你们有什么事？老板，他们把咱们书店全砸了。你们这样行为是犯法的。犯法？你先问问这娘们干了什么事儿，再来跟我谈法律。我干什么了？你们说我干什么了？你自己干什么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也就替别人传个话啊。赶紧把你肚子里面的野种给我弄掉，要不然我真的警告你们啊！干嘛？你们这样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34条，犯法了是吗？判几年啊？三年。三年？老子7年都已经出来了，我怕你这个，给我过去！你们，你们怎么还打人啊？我这弄的！别碰我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打我，来打我！我打电话，我报警！手机给我拿来，警察！哎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们怎么能动手的？你就不敢有理可施啊！啊！小莫，小莫，啊，你怎么样？疼。我打电话啊，我叫120。医生说没什么事儿，孩子也好着呢，放心吧。担心什么？担心那些人再来书吧找你麻烦。我已经报警了。再说书吧有监控，他们跑不掉的。真不好意思啊，害你也被打了。我好着呢，我没事儿。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青青。嗯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医生护士呢？医生。医生已经走了。医生说了，莫小姐没什么事儿，孩子也很健康，只是莫小姐有点低血糖，出院以后需要多多休息。你是？啊，
这是我们书吧的常客，今天多亏了他，他把我送来医院的。哦，谢谢你啊。莫小姐现在的状况需要家人多陪护，你作为孩子的父亲应该好好陪陪她，千万不能让她再担惊受怕了。你是谁啊？我叫周远山，我是一名律师。今天的事儿我已经报警了，但那些人一看应该就是惯犯，相信不会马上把幕后主使是谁给供出来。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，你应该比较清楚。这是我们的私事，不用你费心。谢谢你了，周律师，今天多亏你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好好休息。有什么事儿给周律师打电话。好嘞，谢谢。再见。不送你了。你把我们的事情都跟他说了？我没说。那些小混混在书吧里大喊大叫的，说什么要把肚子里的野种打掉。你以为别人听不懂啊？这事一定是艾琳干的，太过分了，居然对我们的孩子下狠手。你不会也想我把孩子打掉吧？怎么可能啊，你别胡思乱想了啊！啊，那要是以后艾琳她又……不管她怎么样，我已经受够她了，我要跟她分手。青青，我们结婚，堂堂正正的把孩子生下来，我看以后谁敢欺负你。青青，相信我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这样的委屈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打完球，过来看看你啊，看你是不是生病了。生病？生什么病？没病。那你为什么要去医院呢？我为什么要去医院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怎么？你是在替那个女人跟我宣战吗？干嘛？要跟我动手啊？跟你说清楚，我只是找人去传话，没让谁去砸东西，更没让谁去打人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让他把孩子生出来，我给你养。你别阴阳怪气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也知道这不可能。上次在餐厅我已经提醒过你，让你悄悄地把这些事情处理掉。可你呢？家产太多是吧？都想要分给谁呀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在背后是怎么说王思薇的？难道你想现在让你的孩子跟他一样，是吗？既然话都挑明了，咱们不妨说说开了。你逢场作戏也就算了，居然真的跟这个女人出双入对，搞成夫妻一样，还怀了孩子。你把我的脸放在哪儿？让我降低身份，跟这种女人去抢男人，她配吗？你配吗？论长相、能耐、家世，你哪样能配得上我？
收购安盛公司的事儿，钱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可你呢，拿钱买东西的事儿你都办不成，你还能干成什么？你有完没完？没完。给我脸色，你有考虑过后果吗？当初独地板，你别一天到晚独地板独地板的。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你们林家没有求过我们上家吗？你忘了你爸和你哥求我们的那副嘴脸了吗？好，那我不提过去的事儿了，咱们说说 A13 吧。 A13 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跟你说过，生意上的事你别管。行了，你别一天到晚瞎琢磨了，那个孩子他不是我的。你派去的人没跟你说吗？这个书吧里有个男的叫周远山，那是他现在的男朋友。男朋友？对呀。我生你的气主要是因为你不相信我。哎，你嘱咐我的事情我什么时候没有办好的？再说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那可未必。让他把孩子打掉，或者做一个亲子鉴定，否则这个婚我是不会给你结的。城市里进退，寻找自己的错。